在哪里？啊，我在上班。啊，你是谁？回答我的问题，有没有在做家事？偶尔。有的时候，我看他们做家事。那平常是谁在做家事？我妈妈。我妈吧。那你知道最近什么节日快到了吗？你是说五月劳动节吗？母亲节。母亲节。母亲节吗？母亲节。九天玄女诞辰了。八百英尺。母亲节快到了。那多久没有跟妈妈讲心里的话了？不太会讲。上个世纪吧。没有。没有讲过是不是？好，来，现在跟妈妈忏悔一下。喂喂妈。喂，安琪什么？我就是想问你说，你最讨厌做什么家事啊？讨厌做什么家事？什么家事都讨厌吧。煮好菜给你们，然后你们也不会帮忙洗碗，每天都是我在洗碗。啊，太水了。那你有喜欢的家事？喜欢的家事。讨厌做家事，做啊，打扫啊，最讨厌洗碗。为什么讨厌洗碗？我以前洗碗洗到怕啦。不用啦，还是劳力做就好了啦。虽然讨厌是讨厌，但是还是要去做啊。哦，还蛮多的，什么扫地啦、洗碗啦、拖地啦，怎么办？好多，怎么办？洗碗啊。你最爱洗碗哦，那讨厌啊。那你就母亲节的话，如果有个愿望，你会想做什么事情？是吧？那你想要洗碗机吗？好啊，好，好啊，好，叫爸爸买给你哦。送我啊？好，没事没事，妈妈妈妈母亲节快乐哦，爱你哦，爱你。那我就要跟你说母亲节快乐，你辛苦了，我爱你，拜拜。母亲节快乐。啊，谢谢，我很感动哦。辛苦啦。那五月快到了，然后母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哦，谢谢。啊，你在台北要小心哦，现在啊，我爱你。谢谢你哦。你们再感动一点，没有了。好，谢谢妈，也谢谢妈妈，这阵子真的辛苦了。母亲节快乐。好，然后母亲节快乐。感谢你、啊。好，然后爱你。哎呦，哥哥越来越贴心了。还好啊，还好啊。拜拜。啊。哎、欸，啊我嘞。